侯夫人，不是你。 白龙使参见洪夫人，祝洪夫人幸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起来吧。谢谢洪夫人。去，把门关上。哎，夫人，这不好吧？都看着呢。关上不就看不见了吗？ 嗯，有道理。您这是要干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敢不敢带我走？不敢。为什么？ 想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估计没有一个是好下场，都得被。你倒是敢说实话。我这个人虽然毛病多，爱说假话、大话、空话，可是真心还是有的。这个岛上崇敬我。 顺从我，奉承我的人不少。可是敢跟我说真话的，你是第一个。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这也是真心话。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嗯。那天你为什么要救我？ 救夫人，就等于救自己，这个也是真心话。那我再问你，你那天为什么说我是歪的？啊？哦，嗯，洪夫人，国色天香，倾国倾城。 我想稍微正常一点的男人见到您，心都会歪那么一小下。这个也是真心话。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嗯，洪夫人，天色太晚了，您该回去歇息了。 我把万一人都嘴砸，回头传到教主耳朵里，您懂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呀，我说放肆！哎呦，我是奉教主之命来看看他老人家传你的英雄三招，你学的怎么样了？全都会，嗯。 来，给我演示演示。还打？哦，不打了。夫人，您这样不好吧？不是，您这三更半夜的，他们这噼里啪啦的，要干什么呀？要干什么？你心里还没个数吗？ 不会吧！我就害怕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该怎么办呢？我有办法，我去报告教主。你能不能再蠢点儿？这件事情也要是让教主知道了，那小子死了活该。可洪夫人她要是被扔进蛇窝，我该怎么活呀？ 那怎么办呢？去找两个瓦片来。果然机灵。
这还没开始，就已经结束了。